这么丑了还要求这么多，你怎么不上天呢？不聊别的女的，你以为我不晓得，你怎么不上天呢？宝贝没关系，我来助你一臂之力，不要只上千万，你出门左转不送你，这些年你的内裤都是我洗的，你怎么不上天呢？看把你给厉害的。都给你买的整个家都堆满了，你怎么不上天呢？一天到晚你翻我的短信，连我妈都不放过，你怎么不上天呢？宝贝没关系，我来助你一臂之力，不要只上九万里，反正你最了不起，每次要亲着你都说你太困了，看电视的时候你的精神不会好得很吗？看把你给厉害的。在我心里憋好多年了，你怎么不上天呢？多少次想把你掐死，把你掐死，可是我没下得了手，下不了手，所以我还是爱你。嘟哒吧嘟哒哒哒吧嘟哒吧嘟哒吧吧嘟哒吧哒。别担忧，还要再过多久才能过你想要的生活？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，今天别想了，以后再说。别再问他会爱你多久，未来有谁说得准呢？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，今天别想了。未来走一步看一步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没有翻不了的山头，没有过不去的河，别人的看着总是好的，自己的又怕哪天搞丢了。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，今天别想了。再过多久才能过你想要的生活？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，今天别想了，以后再说。别再问他会爱你多久，未来有谁说得准呢？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，今天别想了。走一步看一步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没有翻不了的山头，没有过不去的河，别人的看着总是好的，自己的又怕哪天搞丢了。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，今天别想了。烦恼交给明天，今天别想了。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，今天别想了。为了走一步看一步，没什么大不了。
心，十年八年以后，将来的问题到时候再说。每一天过得轻松一点，别想太多，别想太多，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，今天别想了，今天别想了，今天要快乐，今天别想了。没长大的白男孩，一个早熟的九零美女，是 Mr. Miss， 总被叫做 Mr. Mrs. 大不了不能和寡女整天在一起，他们到底什么关系？ Mr. Miss， 不务正业的 Mr. Miss， 哪有啊？大不了上了北大考古和历史系，上课老师都不太认识。Mr. Miss， 自娱自乐的 Mr. Miss， 巴登巴登巴登登，摸起他来就唱不停，悄悄带到教室里去。多幸运能和你踏上音乐旅行，巴登巴登。
像是两年的 Mr. Me 都八年了。姑娘和我已无关于爱情深，你消息犯了自的地雷。去向前的 Mr.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，拿起他来就唱不停，歌声陪着我和你。是个深秋下雨的夜，重复的场景一样的情节，我爱的人只一经遗憾的心里憔悴，忘了最开始谁是谁非，再没有机会让你分是沙风边向我认罪。去年九月的秋天，不经意记下的字，一直在心底悄悄沉睡。整个天色之后，我与爱情到路边，城门的玻璃隔开另一个世界，这短暂的思念像坏了的高跟鞋，怎么强求它两边同时熄灭。留给你几次机会反悔，
前，我已经仁至义尽，是你要死不改悔，看下到最后的人是谁。想了好几遍了，你怎么不起床呢？你说再睡个五分钟可已经一钟头了。根据您的临床表现，我们可以初步诊断你是晚期拖延症患者。三个一礼拜的工作可是你一拖再拖，领导急了，老板怒了，可你还在玩微博。根据您的临床表现，我们可以再次诊断你是晚期拖延症患者。因为这个现在人们医学难关，我们目前尚无有效治疗手段，明日复明日每天浪费时间，我只能断掉你 WiFi， 拔掉你我先扔掉你手机，扔掉朋友圈，现在必须给我开始，今天要是干不完就不给你吃饭。下礼拜就要考试了，课本还从没碰过，房间不是人类住的，双脚都没地方搁。根据您的临床表现，我们可以确切诊断你是晚期拖延症患者。三一个月了没有干净，你不能穿了，明天见到视角论文，大不了几晚不睡了。根据您的临床表现，我们可以初步诊断你是晚期拖延症患者。月底了，房租还没交，水电费该罚款了。不想做饭，不想洗澡，电视剧停不下了。根据您的临床表现，我们可以再次诊断你是晚期拖延症患者。对于这个现代人们医学难关，我们目前尚无有效治疗手段，明日复明日每天浪费时间，我只能断掉你 WiFi， 拔掉你网线，扔掉你手机，扔掉朋友圈，现在必须给我开始，今天要是干不完就不给你吃饭。你又胖了，说两句健身房可整天躺着，这顿不算下顿，再说不吃饱怎么减肥呢？根据您的临床表现，我们可以完全诊断你是晚期拖延症患者。你是晚期拖延症患者。